大家好，我是 Nina Cathy， 今天想教大家勾这款束口袋，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还有多点 like、comment 我们的教学影片，支持我们。用到的材料有线，用到的工具有勾针、铰剪、缝衣针。现在开始勾织示范，勾花的部分，环形起。勾第一行，将只勾针都由呢个入针位入边桥线拉翻出嚟，桥线拉个勾针上面一针，在呢个入针位勾六针短针，第一针、第二针、第三针、第四针、第五针、第六针，六针短针勾好，将只勾针都由去起刺位呢度。我哋就斜緊線頭，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。第一行勾好，我哋就開始勾第二行。七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就喺同一個入針位勾兩針短針，就喺下一個入針位勾兩針短針，就喺下一個入針位。勾两针短针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总共勾六针两针短针。第四组，第五组，第六组，六组两针短针勾好，将只勾针。都由起刺位呢度，桥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筆，留少线头，将条线剪断，将线抽出嚟，将条线拉过去背面。我哋而家咧开始勾第三行，将只勾针都由去。这个锁针位最上面的这条线入面，拿另外颜色的线摆勾针上面，桥线拉翻出来，再两针锁针腾翻去第二个锁针位，桥线拉翻出来做花针引筆，再针锁针，再落返去同一个入针位，将线头摆勾针上面，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交開咗第二組單元，將只勾針都有下一個入針位。我哋淨係篤最上邊嘅呢一條線，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，再兩針鎖針，騰翻去第二個鎖針位，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，再針鎖針。落返同一個入針位，將線頭擺勾針上面，橋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筆。第二組單元勾好，我哋隔開始第三組單元，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橋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筆，左兩針鎖針，騰返去第二個鎖針位，橋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筆，再針鎖針，落返同一個入針位，橋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筆。第三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十二组单元，第三行的最后一组单元勾好，将只勾针都有起刺位呢度，桥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筆。第三行勾好，我哋转过嚟背面呢边，我哋就喺背面
呢一啲針位上邊挑針嚟勾織，將只勾針都由呢一個入針位入邊鉸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，失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在同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在下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在下一個入針位勾兩針短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隔開走第二組單元，下兩個針位我哋勾兩針短針，下一個針位勾兩針短針。第二組單元勾好，我哋隔開走第三組單元，下兩個針位勾兩針短針，下一個針位勾兩針短針。第三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四組單元，四組單元勾好，將支勾針都入去起始位呢度，呢個鎖針位最上邊嘅呢一條線入邊，鉸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。第四行勾好，我哋隔開始勾第五行嘅第一組單元，先勾兩針鎖針，落翻去第二個鎖針位，鉸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，再將鎖針去翻同一個入針位，鉸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隔開始勾第二組單元，去翻下一個入針位，鉸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，再勾兩針鎖針，褪翻去第二個鎖針位，鉸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，再針鎖針落翻去同一個入針位，鉸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，去翻下一個入針位，鉸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，再勾兩針鎖針，褪翻去第二個鎖針位，鉸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，再針鎖針落翻同一個入針位，鉸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。第三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十六組單元，最後一組單元勾好，將只勾針都由起始位呢度鉸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，將勾針上面嘅線拉長少少，留少少線頭，將條線剪斷，將條線抽出嚟，將條線拉過去背面。第五行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勾第六行，轉過嚟背面呢邊。我哋喺呢一啲位挑针就行勾织，将只勾针都由呢个入针位入边攞另外颜色嘅线摆勾针上边，鉸线拉翻出嚟，鉸线拉个勾针上面嘅一针，在同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。再下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再下一個入針位勾短針，下一個入針位勾短針。我哋按照一針對應一針，喺呢一行上邊勾十六針短針。十六針短針勾好，將支勾針都有起始位呢度最上邊嘅呢一條線入邊，鉸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。第六行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勾第七行嘅第一組單元，
手针所针荡起粒针，去翻下一个入针位，桥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笔，左八针所针。八针锁针勾好，将支勾针褪返去第二个锁针位，桥线拉返出嚟做花针引笔，去返下一个入针位，桥线拉返出嚟做花针引笔，去返下一个入针位，桥线拉返出嚟做花针引笔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总共引八七次。落返去同一个入针位，桥线拉返出嚟做花针引笔。第一组单元勾好，我哋交开手第二组单元，去返下一个入针位，桥线拉返出嚟做花针引笔，去返下一个入针位，桥线拉返出嚟做花针引笔，左八针锁针。八针锁针勾好，将支勾针褪返去第二个锁针位，桥线拉返出嚟做花针引笔，去返下一个入针位，桥线拉返出嚟做花针引笔，下一个入针位做花针引笔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总共引笔七次。将支勾针都入去呢个位，桥线拉返出嚟做花针引笔。第二组单元勾好，我哋而家开始第三组单元，去返下一个入针位，桥线拉返出嚟做花针引笔，去返下一个入针位，桥线拉返出嚟做花针引笔，做八针锁针。八针锁针勾好，将支勾针褪返去第二个锁针位，桥线拉返出嚟做花针引笔，去返下一个入针位，桥线拉返出嚟做花针引笔，去返下一个入针位，桥线拉返出嚟做花针引笔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总共引八七次。去返呢一个入针位呢度，桥线拉返出嚟做花针引笔。第三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八组单元。最后一组单元勾好，将支勾针都有呢个入针位入边，桥线拉返出嚟做花针引笔。第七行勾好，我哋而家开走第八行嘅第一组单元，将支勾针都有去呢一个入针位入边，桥线拉返出嚟，勾针短针，去返下一个入针位，勾针中长针，去返下两个入针位，勾两针长针，去返下一个入针位，勾针中长针，去返下一个入针位，勾针短针，下三个针位，勾三针引笔针。下一个入针位，勾针短针，下一个入针位，勾针中长针，下两个针位，勾两针长针，下一个针位，勾针中长针，下一个针位，勾针短针。将支勾针都有呢个入针位入边，桥线拉返出嚟做花针引笔。我哋 skip 呢一个针位，去呢一个针位，再花针引笔。第一组单元勾好，我哋而家开始第二组单元，去翻呢一个入针位，
我针短针，去翻下一个入针位。我针中长针，下两个针位。我两针长针，下一个针位。我针中长针，下一个针位。我针短针，下三个针位。勾三针引拔针，再下一个入针位，我针短针，下一个入针位，我针中长针，下两个针位，勾两针长针，喺下一个入针位，我针中长针。下一个入针位，勾针短针，将只勾针都由呢个入针位入边桥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拔。我哋 skip 呢一个针位去呢一个针位，勾针引拔针，第二组单元勾好，我哋隔开咗第三组单元，去翻呢一个入针位，勾针短针。去翻下一个入针位，我针中长针。去翻下两个入针位，我两针长针。下一个入针位，我针中长针。下一个入针位，我针短针。我哋去下三个针位，我三针引拔针。下一个入针位，我针短针。下一个入针位，我针中长针。下两个针位，我两针长针。下一个入针位，我针中长针。下一个入针位，我针短针。将只勾针都入去。这个入针位入面桥线拉翻出来做花针引拔，我们 skip 这个针位去回这个针位，将勾针督下去桥线拉翻出来做花针引拔。第三组单元勾好，我们按照相同的方法勾八组单元。最后一组单元勾好，将只勾针都入去呢一个入针位入边，桥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拔，拉实咗线头，将条线剪断，将条线抽出嚟，将条线拉过去背面，第八行勾好，我哋而家开走第九行。转过来背面呢边，我哋喺呢一啲入针位就挑针嚟勾织，将只勾针都有呢个入针位入边，攞另外颜色嘅线摆勾针上边，桥线拉翻出嚟，桥线拉勾针上面嘅一针，将只勾针都有同一个入针位，桥线拉翻出嚟，勾针短针，再下一个入针位。勾两针短针，第一组单元勾好，我哋交开咗第二组单元，喺下一个入针位，勾针短针，喺下一个入针位，勾两针短针。第二组单元勾好，我哋交开咗第三组单元，下一个入针位，勾针短针，下一个入针位，勾两针短针。第三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搞开咗第四组单元，下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，下一个入针位勾两针短针。第四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八组单元。
最后一组单元勾好，将至勾针篤入去，喺此位呢个锁针位最上边嘅呢一条线入边，桥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白。第九行勾好，我哋而家咧开始第十行嘅第一组单元，去翻下一个入针位。做花針引筆，去翻下一個入針位，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，做十針鎖針。十針鎖針勾好，我哋褪翻去第二個鎖針位，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。去翻下一個入針位，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。去翻下一個入針位，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總共引筆九次。第一组单元勾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第二组单元，去翻下两个针位，勾两针引筆针，去翻下一个入针位，勾针引筆针，做勾十针锁针。十針鎖針勾好，褪翻去第二個鎖針位，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。去翻下一個入針位，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。下一個入針位，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總共引筆九次。落返喺呢一個入針位入面，橋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筆。第二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搞開咗第三組單元，去返下兩個針位，勾兩針引筆針，去返第三個入針位，橋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筆，做十針鎖針。十針鎖針勾好，我哋褪翻去第二個鎖針位，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，去翻下一個入針位，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，下一個入針位，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，按照相同嘅方法引筆九次。第三组单元勾好，我们按照相同的方法勾八组单元，将支勾针都入去这个入针位入面，桥线拉翻出来做花针引筆。第十行勾好，我哋而家开始勾第十一行，将支勾针都有呢个入针位入边，桥线拉翻出嚟勾针短针，将支勾针都有去下一个入针位，桥线拉翻出嚟勾针中长针，喺下四个针位勾四针长针。在下一个针位勾针中长针，在下一个针位勾针短针，
喺下三個針位，我三針引八針。在下一个针位，我针短针；在下一个针位，我针中长针；下四个针位，我四针长针。下一个入针位，我针中长针，在下一个针位，我针短针，将只钩针都入去呢一个入针位入边，桥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拔，底下 skip 两个针位，一、二。去返呢一個針位，條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第二組單元。去返呢一個入針位，條線拉返出嚟，花針短針，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花針中長針。下四个针位，我四针长针，下一个针位，我针中长针，下一个针位，我针短针，下三个针位。我三針引八針，下一個針位，我針短針，下一個針位，我針中長針，下四個針位，我四針長針。下一个针位，我针中长针。下一个针位，我针短针，将只钩针都入去呢一个入针位入边，桥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八，底下 skip 两个针位，一、二，去翻第三个针位。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八。第二組單元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第三組單元，將只勾針都入去呢一個入針位入邊，橋線拉翻出嚟，勾針短針，將只勾針都入去下一個入針位，勾針中長針。在下四个针位，我四针长针，在下一个针位，我针中长针，在下一个针位，我针短针，在下三个针位。我三針引八針，在下一個針位，我針短針，下一個針位，我針中長針，下四個針位，我四針長針。下一個針位，我針中長針。下一个针位，我针短针，将只钩针都入去呢一个入针位入边，
喬士奶返出嚟做花針引筆，底下 skip 兩個針位，一、二。我哋去返第三個針位，喬士奶返出嚟做花針引筆。第三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八組單元。八組單元勾好，將至勾針都入去第一組單元嘅呢一個入針位入邊，喬士奶翻出嚟做花針引筆，留實啲線頭，將條線剪斷，將條線抽出嚟，將條線拉過去背面。出口袋製作完成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，可以去 YouTube 上面 Subscribe、Like、Follow、Comment 和 Share 我們的 YouTube Channel。 多謝大家收看。